这个地方呢可以没有望过去，因为看到哈有喷泉的地方啊，啊，你会有看到好像画舫一样的地方，你会看到。画舫啊，那个实际上是一个码头啊，叫做玉码头，玉啊，皇帝嘛，御驾亲征的御啊，玉码头啊。乾隆当时有下江南来游览杭州西湖的时候，就是从这个地方上去的，所以把它这个地方的称作叫玉码头，皇帝御用的码头。啊，这种码头，远远望过去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城市林立啊，这个是我们杭州的视觉中心啊，杭州视觉中心。那我们现在这个船呢，继续往前走啊，因为绕杭州西湖一圈呢，花一个船程大概40分钟。那我们现在刚刚要看的是一段长堤，那么船向在往前开，看到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人工岛，岛啊，一个岛屿。这个人工岛是用什么东西做出来的？就是用这个湖里的淤泥啊，堆出来的。叫做三潭印月，